一年一度的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即将在9月19跟20两天登场。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国外的团体没办法来参加，但今年参加的土地公数量破了纪录，一共有186尊，连车程福安宫都特地北上。这次还特别定做了土地公婆的机器人，相当有趣。我们今年特地，就是祥仪机器人，我们跟他一起合作打造了一尊机器人，土地公土地婆的机器人，所以当天他也会在会场上看这个土地公土地婆的机器人，来推广机器人的教育。我们今年跟土地公，跟那个钱唐轩，我们也是我们在地的企业合作，出了一组，福德杯组哈，来泡茶的这个茶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哈，跟这个我们在地的企业合作。另外，这次也首度与在地企业厂商合作，打造了专属纪念碑。至于演出的部分，则是邀请董事长乐团蔡明佑、铁狮、玉玲珑等大咖，压轴则是请到桃园在地的桃心阁布袋戏。剧目的部分特别改过，精彩不容错过。那这一次压轴呢，我们不但配合了谢明佑老师，然后还有特别邀请安以威，然后为我们布袋戏做一个幕后的献唱。那这一次不但剧情更加紧凑，而且呢还有不一样的一些特效，包括声光科技。土地公彩街祈福将在9月19号登场，晚上还有祈福大典。9月20号则是有起龟跟再生家具拍卖，两天晚上都有一连串的精彩演出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土地公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